一位上场，生有悲，孩子悲剧，孩子气，他们在哪里？镜头前方的报喜比赛，请下一位有请上海极速轮滑代表队曾有新。接下来请问的是冰冰队长兼冰球运动第二轮，首先有请林耀。镜头前方的是道喜的出色的表现。下面有请申永飞。接下来有请曾有新。生有悲，接着我们使用动作由来头接着归宿于你，
是一个现在等级表上面并未出现过的动作，我们先不对难度进行说明，等到最后的分解后。下面有请曾有心，第一个动作好像没事。举手。
来讲。下面有请我们山东卫视的选手来自上海极速龙团的表队，在去年世界锦标赛当中获得花式双体第三名的曾永新。我觉得林耀应该是冠军，或者就是那个 MG 了。